色不一对。对啊，嚣张嚣张嚣张，因为太久没来了。有啊，上礼拜也看到。哦，你要喝啤酒还是要那个？不一百，好，那不喝酒啊，你可以买给我喝。可以啊，我可以买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报名的，报名的。你跟嚣张一对的。哇，他们两个一对啊！好久没看到蜥蜴了 ，Stephen 也来了 ，Stephen 在后面。七分，那双败淘汰哈，所以每一队可以输两次。我还以为你很早来，因为你很早就打电话给我了。对啊，我本来。后来我看要去接他，所以我要赶车去接。哦，所以临时。开车就在台北市，真的是很难掌控。塞车。对啊。换成管有差，老师要给你就好了。公司哪里有球桌？哪里有球桌？对啊。还有大陆哪里有？哦，那个什么 Rossi 咖啡。就以前有接触过吗？接触过，二十多年前。二十多年前，我们这边也是很多人早以前接触的。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在尝试把它推广在全台湾呢、啊，所以还在努力。
怎么有人在他上面走路呢？奇怪。七分的哦，玩七分的哦。嗯，超难打的哦。真远哎，他玩右键，这样跟以前不一样。I wanna see you.